先生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最近，你要进行这场战斗吗？我决定，我也是。比赛开始。老周，你这条狗，我要好好惩罚你！你怎么能打败我？你是你妈妈的小宝贝！哈哈哈哈！我打败你以后，我会抖出你爸爸的徒弟，你的妹妹将成为我的仆人。谢谢。你永远不会得逞，我不允许你侵犯我爸爸的荣誉。应该吃饭了。啊，终于我让出了老板娘这个人。老乡，你和这位老人一样厉害。你们速要移动得更快，这样才能让观众想这是真的战斗。好的，我们知道。吃吧。